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马蒂亚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是周周。哎，我们一行人呢，现在来到了桑吉巴尔岛的一个海边啊，体验了一下2000块一晚上的酒店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，非常的木族里啊。该走了。这酒店很棒啊，带大家看一看。看看人家酒店设计的啊，那边是海啊，就是印度洋，就绿色的。然后呢，进来呢，这个蓝色的呢，就是一个泳池了啊。然后这个两边呢，就都有这个建筑啊。一栋房子呢是四个房间啊，一个房间现在是2000块钱，因为旅游旺季嘛，也比较贵啊。然后这边呢是大厅什么的啊，这个酒店挺好的啊。那 hotel 沙瓦吗？看一看他两个住的酒店啊，上边是我的，下边是他们的。进去看看这房间啊。一进门呢，有一个这个小圆桌，看坐在这里啊，看看风景，非常棒啊。走进门，看看这2000一晚上的酒店，这里面啊，一进门呢，你看左手边有个小冰箱，上面有个小桌子，哎呀，里边有两瓶水啊。然后这边呢有两张床，薇薇过来了 ，this bed， 他住这儿，薇薇阿帕。挺好。然后这个啊都有啊，该配的都有啊，也有空调。对呀，2000块一晚上没空调就完了。哎，这里是什么？这个是妮妮。哦，保险箱，一个衣橱啊，衣橱镜子什么的啊。不算你，不听你，不算。不听妮妮。Money。Vivi money。Yeah。All of food。不听呀。Vivi money wifi。他说他没有钱，对，这放钱的保险箱，这个就是卫生间了 ，toilet， 刷牙，洗漱的，这是你看这是沐浴的啊，这里面，挺好啊，我靠，这里 toilet too much English， 怪古拉拉 kidogo。就他这边的房子不太合理啊，你看他这个里边的卫生间这么大，外面睡觉的地方啊这么小。你哎呦，你还吹吹风，你还啊？摩加 room lucky 沙巴。我操！太贵了。母族的，古拉拉母族的。哎呀，在这坐上看风景了，怎么了？This one， 你把咪咪为什么叫你咪咪 money？ This one， 不拉拉黑啊 ，This one 比 This one 没有了。马铁子说呢，他一个月工资只能住一晚上啊，就住一。Friend come Sunday by the putting shoes and the wife， This one 比money 没有了。马铁子就说呢，他如果带老婆孩子来是吧，能住上这么一晚上酒店，钱就没有了。薇薇 ，follow me me job， job of Muzuri， much opportunity， to earn money， Sawa Muzuri， 啊 ，Muzuri， much chance， much opportunity， 啊 ，OK， Sawa， 走吧，咱去 beach 看看，去沙滩上看看 ，happy happy 啊，好的，住好酒店了，不开心呢。就是先跟着我工作呢，以后找着商机啊，带他做点生意，让他俩也多挣点钱，不能白跟着咱工作呀，是吧？肯定得以后都得把他俩都得带出来。哇塞，这个海也太美了，这海都是绿色的，都是绿色的。你看哦，妮妮，都是妮妮嘛塞。啊？哦 ，sell this， 你看这马赛人呢都出来做生意了啊，你看。啊，就卖他脚上的这个装饰品啊，就是为什么他们做生意要跪着呀？跪着，可能就是我这个传统思想比较严重啊，这跪着得劲儿吗？啊？马赛 shop。马赛 shop。哦。就是卖这种手工工艺品啊。哦。大家看啊，这手工工艺品啊，这么细的珠子得手工穿啊。这也是个这个磨人的活呀，没有耐心可干不了这活。薇薇马球，咪咪拜，啊，薇薇马球啊，支持人家生意，支持马太兄弟生意，哎，撒吧撒吧，马铁，this
This shop by Moja. This shop by Moja. This shop by Moja. 啊？撒吧，撒吧，撒吧。这必须这个让我的保镖脸上有面子啊、哦，因为他们这都是就是都是马赛人嘛，啊，这个必须都支持生意，啊啊，买了这个，哎呀，可以哦，挺好看的啊、哦。你看他们做生意啊，也是会做啊、哦，这一片啊。最好的酒店门口啊，就我们住的这个，因为呢在这儿住的他也基本上是这游客也不差钱啊，在这儿也好卖啊，但是呢就在这儿卖呢，就我一点也不担心啊，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坑我们啊，因为是吧，都有俩保镖也是马赛人，他们肯定是卖的都特别实惠啊，这价格啊。好，马蒂亚斯展示一下买了这俩哦，哦，母兔呢，哦，买了这仨，这是买了四个，还是母头的人小子行啊，不会给老板省钱买四个，人家马蒂再挑俩贝利，马球贝利，必须得一样啊，一人买四个。就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东西的啊？非洲木雕啊，你看这都马赛人木雕，到时候我弄点给大家发发啊。哦，拿这个是狼来了，我操，我喜欢讲马球，到底是什么又吸引了母兔兔的注意啊？大家，母兔兔让我看美女在这儿啊！你看这里啊，就是度假的天堂嘛，大家都在这儿啊，躺着晒晒太阳啊。因为对于欧美人来说呢，就是晒得越黑啊，就是证明家底越厚啊。因为这个有钱的才能出来度假。我操！母兔兔，撒撒一位。喂喂喂，撒撒一位，喂喂 ，too much walking 啊 ，run too much money 啊 ，find another way 啊，我们去前面啊，再看，你看这有风筝冲浪啊，特别好看。你看人家这玩的就是花花啊，这太刺激了啊，好啊，走啊，你穿这个我行我行，走啊，去游泳啊 ，OK， 我行啊，我再出门去。谢谢，有这段，谢谢，大家的，卡瑞布，就是刚才就是买了好多嘛，我也买了一根啊，这个装饰品嘛，然后他们说谢谢，因为他们在这一天，你说挣不了几个钱儿，其实生意不怎么地，就像这个啊，平时的话6块钱一根吧，我给了他这个30块钱啊。我们准备在这个酒店里游个泳啊，他俩现在去换衣服了啊，就我想啊，你看就是我们每个人也是啊，都不可能100%开开心心的工作，还是得这个劳逸结合啊，这工作就像、啊、油盐酱醋茶啊，什么味道都有，这才叫完整啊。母兔兔把鞋一脱呵呵就要去下水了，还撒网吗？啊，一会儿啊，我现在还没有泳裤，我等会儿弄个泳裤我也下去啊。母兔兔，微微 swim， 这水真好啊，真清啊。哎呀，这地方真是度假的天堂啊。行，这在外边好好放松放松啊，回去好好工作啊。刚才我大体给他算了一下啊，这个酒店有30个房间大概啊，现在就是都爆满了啊。一天这个房间费就是6万，还不包括这些就是餐厅啊什么的这些营业额哦。开个酒店太挣钱了，我靠！你再看他俩啊、哦，小池子照不开了，非得上那个里边游去啊、哦，去找找美女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